一块多一包，一块多一包，这个喜军的玉米面条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一块多一包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，同行呢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咱们的哥姐姐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 9.9 只发三包的玉米面条了，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五包。还不过啊，另外老弟呢还能挂一张一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8.9给咱发五包玉米面条。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是东北绥化生产，东北绥化发货啊，厂家直用的一款面条，味道呢是嘎嘎纯正，就连价格也是特别划算。它每包呢都是这样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啊，咱吃一包拆一包特别方便。而且呢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啊，只有两项，玉米粉还有水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像咱平常呢做个炒面了，做个拉面了，做个凉面了，做一个小麻辣烫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嘎好吃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这锅那锅的，咱都可以去吃款玉米面条，因为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配料表干干净净，不含乱码七糟的成分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厂家直接卷到了 9.9 发五包。另外老弟呢挂了一张一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8.9给咱发五包玉米面条啊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啊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8.9给咱发五包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